飞婷，清明节回家扫墓了吗？当然要啊。哎，可是想到要开畅通车，就觉得好累耶，怎么膝盖都会痛。哎，这样有没有去看医生？小心真的是驾驶病啊！啊，跳点座位不就行了吗？还要看医生吗？未必哦，待会儿一起请教专家吧。